陈先生要先从观众朋友来看，是由嘉义县副议长张明达所率领的嘉义县观光协会特别争取的2011台湾区观光年会的主办权，对20号开始一连四天是伫咧嘉义来登场，包括来自其他县市的观光协会成员、含全国大陆观光业者以及媒体记者，大约将近有2000人参加。主办单位是特别来规划的嘉义县海区含山区的体验路线，其中近来安排的八八洪灾重创的观光地区，要来提振到观光经济的效益。台湾区观光协会联合会今年选定在嘉义县举办年会，并在20号下晡在嘉义大厦南潭校区举办年会座谈，就请位来自其他县市观光协会成员也陆续到场与会。该县观光协会理事长张明达表示，今年特别争取到民国100年观光年会在嘉义县来举办，有邀请到中国大陆上海、南京、厦门等观光业者、学者出席，并邀请大陆媒体来采访，同时安排嘉义县海区半天含山区。一天体验的行程，要借由年会把该关观光景点再次行销出去。我们嘉义县属于山区，然后因为88水灾造成我们灾区很多的受到伤害，所以说我们特别为了灾区重建，特别建国100年，争取到我们嘉义县来办，来自我们全省以及大陆，还有这个离岛，全部金马台澎，全部都来旅游团来到我们嘉义，为了带动我们嘉义县的观光，让大家都能了解到嘉义县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。我想借由这一次的年会的主办，他们看过我们嘉义山海区的各地的观光景点，然后透过他们的传播出去，对我们嘉义这次莫拉克灾后的这些观光景点呢会很有帮助。我们也希望嘉义是一个无烟囱的一个产业呢，也能够因为这样观光年会的举办呢能够打开知名度。张明达指出，嘉义县好山好水阿里山更是知名景点，未来开放中国游客自由行，游客们会当上阿里山看神木，也可能进行到山区海区的旅游。上大陆客真少去景点有西林码头、高志烧、香烟园区、丹那一谷、水利鱼潭等，到时拢规划行程来开发商机。新闻单开发客业红嘉义市采访报道。